哎，跟紧点儿。来，这有一沟，这有石头啊，你扶到后头这儿。嗯，好。哎呀，咱们快到了，快走，小心点啊。生机盎然。我记得英国大作家哈代说过，呼唤人的人啊和被呼唤的人是很难相遇的。你说我们俩今天算不算相遇啊？当然算了。哎，你说我们家是不是在哪儿？那边啊。错了，反方向，这边。哦，这边啊。对。爸，妈，爸，金花，你可要考上大学呀！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哎，今天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然后大队书记说给我们宰只羊吃。好啊，还有羊汤、牛肚，然后大家就使劲吃、使劲喝啊！好啊，对吧？哎，老师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慢点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没事的。脚崴了吗？就是脚脖子崴了。嗯，我给你。慢点啊，来来，上来，慢点啊！哎呦，好了，哎，你们几个都注意点啊！好好好，你小心啊！那你晚上多喝点汤吧。爸爸了，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妈妈过两天就回来啊。怎么了？不听话？哎呀，在我丈母娘那儿闹得都不行了，一会儿想吃这个，一会儿想吃那个，其实就是想你了。啊，哎呀，干嘛呢？啊，没干嘛。练字儿呢。对，练字儿。啊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不知道以为你练字呢，其实就想景梅了吧？哎呀，景梅这两天就回来了，回来以后赶紧认个错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那么多坎儿都过去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这孩子，也得好好过呀。我知道了，坐吧。咱们去接妈妈去。走喽！回来，儿子，慢点。高兴吗？嗯。慢点啊。你这怎么了你？海仓，哎，啊，是不是？他脚啊，在农村的时候崴了，伤刚好，走路不方便。崴了？哎，姜老师，你的包，哎，谢谢啊，哎，没事，给我吧。哎，我来拿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不是，你现在能走路吗？能走。哎，行行，你别走了，我背你呢。能走？你上来吧。这学校大门口这，哎呀，没事儿。好，哎，谢谢你啊，张老师啊。快把我放下。哎呀，没事儿。走，慢点啊。
轻点，轻点，就这块儿，别提，疼疼。好，我再倒点啊。这土办法能行吗？行，你放心吧。这酒的度数高，把它揉热了，渗进去，活血，一会儿消肿了。我这么一揉啊，我就想起我妈来了。怎么还想起你妈了？小的时候我皮，上蹿下跳的，经常打架呀什么的，老受伤。一受伤，我妈就拿酒精给我来揉脚，活血。想想真快。静梅，这几天我自己也反省了一下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有问题。我老是把事情搞砸了，还不让别人说，这就是问题。所以今天去把你接回来，想跟你说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跟你道个歉，赔个不是。我希望你能够接受。妈妈，妈妈，这是啥？哎呀，你别碰这个，碰坏了呢。这啥呀？我看看。就是个泥人儿，这调研的时候。小红啊，你别总上火了啊！你现在还年轻，体力恢复得快，要不了多久啊，还能再怀上啊。我知道了，妈。来，吃个苹果。谢谢妈。哎，我等会儿再吃，有点凉。哎呦，苹果凉，是对牙不好哈、啊。这么着。妈呀，给你用热水温一温，哎，温一温就行了。不用妈，太麻烦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来了啊。哎呦，亲家，是你呀？啊，我进来进来进来，我去办事儿了，路过你们家，所以过来把红看一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红，你看你妈来了，哎呀，你瞧，高兴呢。坐坐坐，你也坐。哎，不不，坐吧。亲家，啊，孩子他姥姥呢？啊，他出去遛弯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哦，我去给小红啊热热苹果去啊。哎呀，对了，中午啊你们一起在这吃饭。别走了啊！哎呀，看来你客气的。好好好，妈，你别太累了。没事儿。哎，我看你伯伯呀。对你挺好的，那是，我现在可是景家的重点保护对象，还是我女儿啊，那鬼点子多。哎，小红啊，哎，哎呀，小红，这苹果温好了，你看行不行？谢谢妈，你真好。吃一会儿吃吧。哎呀，你心太细了，亲家。哎呀，没什么，你们你陪你妈说几会儿话啊，我呀。赶紧做两个菜啊！哎呀，做两个，别麻烦了，不麻烦不麻烦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忙着，甭客气。哎呀，我帮忙吧。不用啊。Thank you.
做噩梦了吧？感到出汗了。没事，睡吧。快睡吧。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先听好的吧。系里很重视我们的社会调查，准备上报学校评奖。那坏的呢？坏的就是提前一个月交呗。哦。怎么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昨天晚上回去跟满仓吵架了？没有。昨天我回去，他还挺高兴的，他还拿那个白酒给我揉脚呢。哦，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做了一晚上梦。我这昨天晚上啊，一夜没睡好觉，一闭上眼睛，全都是太白山上的山山水水、风情人物，赶都赶不走。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了。你说这要是没去太白山社会调查该多好。今天啊，提前溜了，把他给接回来，我就回来做了这几个菜。这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哎，你有事求我呀？你最近太辛苦了，我犒劳犒劳你。别愣着了，快点尝吧。好好好，尝。味道不敢保证啊。哎，我这就是看你平常做的，我照猫画虎啊。哎，我还没尝呢，等你回来一起尝呢。我先尝尝，打打分啊！先尝这个，太好吃了吧！哟，怎么没熟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是没熟，是这味儿没吃过。你等等，我再尝尝这个菜。什么味儿啊？那肯定熟了。这怎么了？这是我尝。哎，你别吃，你别吃。什么呀？怎么了？等等啊！你刚才做菜的时候是不是放这个了？那我肯定得放啊，这不是盐吗？这是盐，这是碱。碱？啊？那你怎么不写上点儿啊？我还没来得及贴呢，我昨天我刚拿回来的。你给它放那儿干什么呀？我放那儿洗碗洗锅方便，你不是爱干净吗？完了，这全放了呀！没事，能吃能吃。怎么能吃啊？这碱又没有毒，和面都能吃的。我拿水冲一冲，回个锅，一样可以吃。这怎么吃啊？吃饼吧，这饼是买的。行行，咱们就吃饼啊！来，儿子，一腔热情，完了全泡汤了，还浪费这肉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吃着饼，看着菜，别吃了。
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们俩无聊不无聊啊？吓死我了！马赫，马赫，跟你爸爸学点好，幼稚！我这备课呢，干嘛呢你？多大人了？不，窗给我关上。心烦意乱的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明白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跟满仓的问题啊，要尽快解决，要不然对你对他都不好。那你怎么想的？我的态度很明确，但是我还尊重你的选择。好，我知道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嘛。满仓，你觉不觉得咱们俩最近出了点问题啊？有点问题吧，但我觉得我没问题。你看，我没说是你有问题啊，我说是咱们之间。我觉得啊，可能是好像是有点距离感似的。我先说我啊。嗯，我觉得自从咱们搬出来单过以后啊，每天就面对这个柴米油盐吃喝拉撒，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习惯，不太适应似的。还有呢，我看待问题的角度跟方法反正是变了，我觉得你没变，所以这可能是问题的。小梅啊，你看啊，你这工作环境这么好，还有这儿的人是吧？随便滴溜出来的都是尖子，都那么优秀。像我这样的，我真是什么都不会。在我们那个大梨树，有句老话就说：“女人呢，好比是藤，男人就是棵大树，啊，就是女人就爱往那儿高的、大的那样树那儿攀。”在大梨树，我就算是最高的了。嗯，在这儿，我就不算是棵大树。充其量啊，就是小草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啥都不行。你看你这个想法就不对，谁说你啥都不行了啊？没人说你啥都不行，你自己就觉得啥都不行。谁说这院里就全是尖子了？照样有比你差的呀。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个婚姻可能得经营经营。婚姻还得经营？你这又不是做买卖。我说的经营不是做买卖的经营，就是咱们得把这个婚姻用一个适合我们的方式来继续下去。我们得互相多理解，多包容对方啊，多替对方着想，这就是一个适合我们的方式。哎，行行，就是只要没问题，能解决问题，怎么着都行，就按你说的做，行不行？真明白假明白不知道。真明白了，真明白了。嗯，走吧。嗯，我们食堂开饭了，吃饭去吧。我就不去吃了，我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啊，回头再说啊。
不行了，满仓，你现在跟大黎叔那会儿你差远了。你这一晃这么多年，我跟小梅结婚了这么多年，满盒都那么高了，老了呗，想偷袭我。哎呀，你看你心不在焉，有心事儿啊？小梅找我谈话，说我们俩之间有点问题，说是要经营，反正我没太听懂。哎呦，这可不好，你这是危险信号啊！危险信号？哎呀，你想啊，你跟景梅结婚这么久了，时间一长就像左手摸右手似的，而且你们感情本身就不稳固，新鲜感一过就没什么意思了。而且景梅现在事业正在上升期，一天比一天好，你半死不活的，时间长了感情肯定出问题啊。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哄啊。怎么哄啊？怎么哄？赢了我再说吧。赢你还不简单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要上课去呢。我有事儿，就耽误你五分钟啊。这是啥呀？什么电影啊？叫个啥公主啊？好像是，外国的片儿。茜茜公主啊？对对对对，就是茜茜公主。啊，真的？我一直想看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再换了鸡啊。你放心吧，鸡已经买好了，看完电影就回家喝鸡汤，好不好？嗯。晚上6:20我在楼下等你。满仓，哎，下班了啊！嘿，杨老师，哎，你们好。慢点，溜那么远干嘛呀？离太近了，我怕影响不好。你这什么想法啊？咱们是合法夫妻，有什么影响不好的？是啊。我的天哪，西西，你在那折腾什么呀？站住！你跟那女的说了些什么？啊？你跟那女孩说了些什么？什么也没说。没说？那你在那比划什么？比划是比划，是比划管。比划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比划？因为那位小姐在问我。那位小姐在问你？说，她在问你什么？问我哪儿有电报局啊？问你哪儿有电报局？你怎么就这样随随便便告诉了他？滚！啊，滚！快给我滚！这怎么还打人呼噜了？别生气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说你睡觉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打呼噜呢？丢不丢人呀？不是吗？你那部电影你不想看，你别看呀，你别买票呀，那钱省了还能买鸡吃呢。是是是，我知。哎，你听我解释一下，我也不想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想好好看电影。哎，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？我真想看。我坐到电影院的时候，我特别认真在看。可是我看这外国人说着中国话，又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个，哦，亲爱的，你说这是什么呀？我就听着别扭。你别生气了，这都怪我，我就是那个啊，烂泥扶不上墙。你别跟我一样，怪我，我明知道你是烂泥，还非往墙上扶，这不怪我吗？小梅，你又怎么了？我在我妈家住的时候啊，我就天天盼着我们搬出来，过一家三口的小日子。现在也搬出来了，可是我觉得这日子就特没意思。为什么？我跟满仓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没话可说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们一张床睡了好几年了，现在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
你怎么不明白我的说的话呢？我是说，我们俩的价值观跟世界观不一样。他整天净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些事儿，我觉得夫妻之间，这生活上要是没有什么精神交流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你这烧的吧你，刚过两天好日子就开始没事找事儿了。是我没事找事儿吗？是我的问题啊？这么跟你说吧，两口子两口子，两张嘴一块搭伴过日子，你还要什么精神交流呀？你以为你在学校做学问呢？哎，要不要满仓每个月给你写份思想报告啊？其实吧，我跟郑凯也不少吵架，但我俩矛盾绝不过夜。你们有什么好招啊？床头打架床尾和呗。要我说，你俩好好睡一觉，什么问题都没了。我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行。满仓好几次都跟我有那意思，我都给拒绝了。我说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还想跟满仓过下去吗？想，想就听我的呀。行，我试试吧。自个一个人在家听歌，儿子呢？蒋玲玲家呢？她就今天晚上住那儿呢。送她干嘛呀？那你说呢？就你挣这点工资，够喝几杯的。嗨，这我们家儿子麻烦你跟玲玲带，我请客也应该的。再说了，哥们儿难得心情好啊。啊，我说怎么红光满面的？有喜事儿？我原来啊还担心我跟小梅之间是不是哪儿出问题了，担心了好一阵儿呢。后来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我们俩现在又回归了，关系跟以前一样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说昨天景梅怎么把孩子放我们家了，原来是要制造犯罪条件呢。早点说，来来来，都在酒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以后每个礼拜你帮我带三天孩子。以后啊，一个礼拜一三五马盒住我们家，只要你不嫌累，我不嫌麻烦。去你了！哎，吃。
玲玲，哎，来了，妈，见你了。哎，昨晚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别装傻呀你。不怎么样。怎么会呢？我还是觉得别扭。哎呦天哪，你别扭什么呀，我的姑奶奶。我这是不是有心理问题啊？我就怎么都觉得不对劲，不开心。哎，孙子兵法我也给你教了，犯罪条件我也给你制造了，你要再不满足，我就真没辙了。哎，我再想想吧。我们先走了啊，谢谢你啊，玲玲。慢点啊，走。刘欢，哎，刘欢，来，姥姥那顶这掉这底下去了，掉这儿了，对对，就这，找找。哎呦，这儿看着，哎呦，给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哟，哟，这是满盒的，嗯。哎呦，好长时间没看见满盒了，我也想满盒了。嗯。哎，妈，我也想通了。爸，姥姥，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想请姐和姐夫回来吃顿饭。哎呀，那满仓，好意思回来吗？哎呀，妈，上次我流产的事儿，闹得家里都挺不愉快的。可是我后来想了想啊，你说姐夫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这事儿也不能都怪姐夫呀。再说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结总得解开，总不能这么僵着吧。葛鹏说的对，我也这么认为，该把他们接回来了。就是啊，你爸说的也对，一家人不能老这么僵着，道个歉不就完了吗？就是啊，行，那就这么定了，这个周末我请他们回来，正好把满盒带回来给姥姥看看。姥姥这些日子不见得都想他了。你这话是这么个话，理呢也是这么个理。要是景松那个臭小子犯浑怎么办啊？妈，你放心，景松的工作由我来做，毕竟是自家的姐夫，他能那么不识大体啊？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啊。成，那我去接。你去接吧。我去。儿子，饿了吧？你先吃啊，马上就包好喽。嗯，咋了？不舒服啊？就有点胃酸，就老觉得恶心。今天你吃啥刺激的东西了？没吃。我给你拿点药去啊。哎，不用，先包饺子。我待会儿吃点饭，吃完饭再吃药。那行，要不这样。你也吃个饺子垫一垫去，好不好？也行，你吃。来，儿子，给妈妈吃一个啊。嗯，吃一个。哟，这是咋了？这是。就是恶心。是不是你们食堂东西不新鲜啊？没有，中午吃的面条，有什么不干净的呀？不行。咱们去医院去吧，别到时候半夜你闹肚子怎么办啊？走，不用去医院，不就恶心吗？胃酸，我觉得是胃酸。怀孕了？不会，不会吧？不会。要不明儿我带你去医院去查查。明天再说吧，明天再说。包饺子。你也不是第一胎了，怎么怀孕快两个月了都不知道？最近太忙了，这生理期都没记住。忘什么也不能忘这个呀，自己身上带着呢，怎么还没准备好？那要还是不要？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吧。那要早点做决定，要不然孩子大了就不好办了。
就再转一圈。转什么转呀？别转了，晕死了。哎呀，我高兴嘛。看给你激动的呀，你没当过爹啊？第一次啊？不是，这是好事儿，应该高兴啊。这一来马和有了伴儿，二来咱们家多了一个成员，多热闹啊。我没工作啊，我是家庭妇女啊，我哪有时间多生？你把我当老母猪了吧？不是，你看你说的，哪有那么好看的母猪？会说话，狗嘴吐不象牙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最近特别忙，特别累。你看我有调研报告要写，我还得准备考研，所以。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精力来应付这个怀孕过程。你没怀过孕，你不知道怀孕特辛苦。是，我是没怀过孕，可你怀过孕呢，我照顾你有经验，我跟你在一起啊，你累了啥事儿都不用干，有我呢，我跟你一起分担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我看那个科学杂志上写了，就说这个父母得在精神跟身体都最佳的状态下。生出的孩子那才是最优秀的呢。这不说的就是咱俩吗？咱俩的状态就挺好啊。你看我不抽烟不喝酒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熬夜，我干的活都是体力活，就当锻炼了。你要是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，你就养着。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，你想喝啥我给你煲啥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说这满盒一个咱们都带不过来，还老往姥姥家扔，你再来一个。你忙得过来吗？哎呀，瞧你说的，别说再来一个，再来俩、仨、四，一个排我都忙得过来。哪那么多呀？也是也是，一个也是带，两个也是带。那好吧。你答应了？你看你这么激动，我还能不答应吗？那个爸爸妈妈说悄悄话呢啊，儿子呀，儿子，你说妈妈要是给你生个小弟弟，你高兴不？行，让小弟弟陪我玩。那小妹妹呢？小妹妹也陪你玩，对吧，儿子？哎呀，真好。景妹。没去吃饭，没什么胃口。我在饭堂没看见你，多打了一份给你。来，陪你吃饭吧。真的不想吃。吃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快把这盖起来，我闻不了这味儿。是不是胃不舒服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是不是，快盖起来，快盖起来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决定要了，我想有一个孩子，我跟满仓之间的问题，是不是能更好的解决呢？想通过孩子来解决问题，会带来无穷无尽一系列的麻烦的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晚了。